快去捡球去呀！你家伙老是鬼鬼祟祟的，篮板又打不过你，你老缠着掖着干啥？你瞅，就不能光明磊落一点儿？来，进来吧，来吧，进来吧，看看你们的不怎么见面的蓝宝够生。你咋又爬进去了？爬进去不累呀？你瞅着累的尾巴都跟着直嘚瑟。别进来猫了，别进去了。见见好看姥姥，叫老婶儿也行，就不差那一个辈儿。好看，哎呦我去，床好看，屁股生的好看，有点受宠若惊。你看，这就是代价，装人一身屁股，人家哈你好几声。好看，来。秀你的球技，去看看好看姥姥，好看姥姥长得和你可能有亲属关系，也是非，也是有点灰。完了，和你长得最像的那个胖虎已经出去了，你失落不？啊，你看到了，那又打开了一扇门，完了又想上那边。哎呦，哇，好厉害呀！哎呀呦，你怎么直接拐过大帅，不和大帅打个招呼，没把大帅放眼里？啊，胖虎带带小蓝宝呗。嗯，到现在没有一只大猫喜欢接近蓝宝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蓝宝，哎呦，蓝宝，蓝宝，蓝宝。哎呦，看看小蓝宝，啊，你是我们家的长公主，这个也是个小母猫，以后都归你管。你不会搞得嗯嗯的，我女儿不应该游情似水吗？啊，你那水怎么老呛人呢？是吧？瞅，哎呦，那个眼神儿，眼睛是很漂亮，但是小蓝宝不敢和他对视，他那个目光有点瘆人啊，害怕。哎呦，有点小眼泪儿啊，眼泪儿，待会儿我们下去再给你擦擦。把小蓝宝放在这个太空舱里了，它在里面很乖呀。哎呦我去，你瞅瞅，偶像，偶像，我喊偶像呢，我嗓子有点哑了，他可能没听出来我。大帅都着急了，替他答应你哈，大帅，大帅对，大帅应该得到奖励。奖励你，那你说对哈，那个奖励你什么呢？奖励你自己去减肥2斤啊！快，你太胖了，快去吧！你瞅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人家是行走的荷尔蒙，你行走的荷包双黄蛋，哎呦啊，不不不不不。灿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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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瞅大帅，哎呀，大帅一个劲儿蹭我，哎呀，真是的，好大帅啊，大帅乖，再去多减肥2斤啊，小蓝宝坐在这里，像放哨的似的，